现在一三垒有人，这球打成了一个冲天炮，在右半边，二垒手往后退，把这个半局给结束掉，但统一再添三分。你心理上就要有这个准备。这球挥棒落空，一个擦棒飞捕球，许哲彦呢遭到了三振，形成了一出局。我今天整体的整个火力的输出哦，虽然数据对开机到目前为止啊，他的整体先发投手的一个表现呢也是非常的惊人的，那防御率2.26，先发投手防御率2.26也是六队里面呢最佳的一个防御率。就这时候谢龙豪是连两 K。满球数，挥棒落空，哇、哦！这一局是连三 K 哦，相当的精彩。六局上半结束，目前狮队还是五分战士领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ndy， 请大家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T 频道，还有锁定我们的 Podcast《兄弟你来说》。